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，暌违四年，炎亚纶将回归音乐，推出最想去的地方 EP。今晚他努力做巧克力，因为他选在明天白色情人节要举行记者会，将准备巧克力送给现场幸运歌迷和媒体。被问到如何是爱，他傲说：“通常是别人向我示爱耶。”今晚炎亚纶边做巧克力边直播，和网友开心互动，也让新歌先分享给歌迷。他也预告4月8日会举行签唱会，要大家润润喉，或把尘封已久的灯牌拿出来，在签唱会上和他热情互动。炎亚纶在直播时什么都聊，还告诉粉丝玩女娲游戏不要太快买下一大堆幸运草，另外也对歌迷甜说，明天没有情人就跟我过，不要再挑了。有趣的是，还有网友问炎亚纶合约是否到了，他大笑说不要问这个问题，他也很满意自己新染的发色，希望给大家温暖的感受。炎亚纶将再推出新单曲，特别为记者会做巧克力并开直播，翻设置 Instagram。